骑士直行来到交叉路口，跟另一方向修理车发生擦撞，人被撞弹飞，重摔在地。消防队赶到现场，骑士右脚骨折断腿，身上还有多处撕裂伤，一度意识不清，送医抢救后逐渐恢复意识，生命状况稳定。摩托车倒在路边，机车坐垫跟车体分家，龙头破碎，扭曲变形，整台机车几乎都爆了。而修理车因为撞击力道过大，车门严重凹陷。车祸事发地点就在华联市民权八街跟明德一街口。29号下午2点多，17岁郭姓男子无照骑车，在路口发生严重车祸。右大腿开放性骨折，那身体多处擦伤，意识躁动。经调查，机车驾驶未持有合格驾照，双方经检测均无酒精反应。警方说，事发地点是5号支路口，骑士是支线，应该礼让主干道的休旅车，没礼让酿成车祸，加上无照骑车。警方调查，机车是跟朋友借的，闯了祸，罪加一等。TVBS 新闻高志荣、黄国军、许佑翔花莲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